那我们今年很希望，不仅我们台中市的市民啊，大家能够来踊跃的来参与这两天的活动，那么也希望啊，国内啊各个县市的好朋友，在这个周末啊，10月1号、10月2号那个周末呢，能够啊这个从各地呢也带台中来啊，我们有这个嘉年华的舞蹈活动啊，也有好吃的好玩的啊，还有我们很好的这些啊观光的这些景点。我们的国际彩舞嘉年华也结合了周遭的店家，那这些周遭的店家它周围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分店，同样也加入我们这次的优惠行列。那更特别的是，我们这次也从外县市有跟旅行社合作，希望从外县市来引客带团来到台中。那我刚刚提到食宿游购可以享有优惠，那也带动我们周边不管是故事的产业故事馆啦，或者是我们的伴手礼相关的店家的买气之外呢，更希望能够让更多更多的好朋友来到台中住宿，体验不同的这个旅宿的一个风情。请启动时钟，顺时针转动，让我们来到2022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55课乐台中，10月1号到10月2号，邀请大家共襄盛举，感受非常充沛的舞蹈艺术生命。